大龄剩女人前人后，给大家来一个大龄剩女人前人后。对，人前。我们现在新时代女性都不结婚不生孩子的，我们没有什么基因执念，生孩子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的，只要钱赚够了，那生活就是很惬意的。我们根本不需要依附男人，我们压根儿都不想结婚，不想找对象，男人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没有用，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。然后。你哭啥？我今年已经写了48次信了，没有一个人看得上我，他们都嫌弃我年龄大。那就不早了嘛，有啥嘛？孤独呀，我也想有甜甜的恋爱呀。为什么我的命就是这么苦，就遇不到一个好男人呢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能找到的，是吧？现在咱们还年轻，女孩子哪有愁嫁的？女孩子随便找，就是躺在床上动不了都能嫁得出去。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啊！你这样讲，你天天哭有啥意思吗？Nice.